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spoonroad 61:83。时隔28年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的中国女篮，虽然没能创造奇迹战胜强敌美国队夺得冠军，但亚军的成绩对这支年轻的球队来说足以值得骄傲。在决赛后的颁奖仪式上，韩旭入选了本届世界杯最佳阵容。值得关注的是，生于1999年的韩旭是个石家庄姑娘，在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里，韩旭场均上场 21.9 分钟，能够得到 12.4 分、 8.4 个篮板和 1.8 次盖帽。韩旭在比赛中，新华社帮韩旭的队友也是中国女篮的另外一名中锋李月汝入选了赛事第2最佳阵容。本届女篮世界杯，李月汝场均能得到 10.1 分、 7.6 篮板，投篮命中率达到 60.3%。 10月1日，中国队球员李月汝又在比赛中伺机突破。新华社8胡金晨社在世界杯最佳教练奖项评选中，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脱颖而出。郑薇在1994年曾以球员身份随中国女篮获得过世锦赛的亚军，如今转换了角色，郑薇以教练身份再次带领中国女篮摘银，重新崛起的中国女篮现在已经复制了28年前郑海霞、丛学弟等前辈们创造的奇迹，他们的未来更加可期。10月1日，中国队球员杨丽伟又在比赛中。新华社8胡金晨社，世界杯小组赛至今，中国女篮的姑娘们给中国球迷带来太多惊喜，昨晚的胜利更是让无数